娘娘你沒見回娘，使不陪你回永壽宮歇息？點解你做了多久？回娘啊，娘娘只是錯過了一節氣而已。只是一節氣？ 試日缺席唱音樂，係咪又頭風症發作？回娘娘，皇后娘娘近日頭痛更甚，反覆纏繞，即使太醫以艾灸，替佢驅風通絡，亦未見成效。花開花落自有時，總賴冬君主。 娘娘，北風正盛，小心着涼啊！今日嘅陽光可暖，本覺唔覺凍。嗯，而家只要有冬天嘅陽光，先至能夠分辨出夢裏夢外嘅真與假。娘娘剛才發咗個噩夢，係發咗一個夢。 亦同時，好似過咗另一段人生。已經幾多年啦？回娘娘，已經5年啦。天理教嘅動亂轉眼，就已5年。但係紫禁城依舊冇變。丁蘭，你相信因果，相信果報嗎？ 丁蘭只係一個奴才，唔敢去想呢啲事情。丁蘭想嘅只係一心侍奉主子。如果人世間真係有所謂嘅因、所謂嘅果，咁皇后娘娘嘅頭風症始終反覆難治，就係天意。而我柳姑六如月，一生都要留喺紅牆之內。 就係命定。請恕奴婢多言，娘娘係咪後悔當日冇跟隨姑姑同埋孔大人佢哋一齊嚟攻啊？當日動亂之時，孫白楊同華貴人於火海中生死與共，係令人受傷，但亦令人欣羨。 梦半醒，我方知只让寒冷。毕竟能够喺凡尘间觅得知心，唔理结果系白头到老，定抑或只能同生共死，始终都唔系寻常你我可以轻易领受嘅一种福分。就算血脉亲邻，缘口缘薄，亦各有命定。 更何况系男女间嘅一份情呢？全部同我退啊！本宫既无所得在先，又何来有所追悔在后啊？半点脸冇啦，你可以大胆地望住我。天下间本来就系含事处处，能尽如人事者，就只得一意。走啦！ 走啊！不过，亦因为美满难求，人世只可以时刻有所期盼。正如我期盼纯贵人并未生死于动乱当中，或者佢早已换过另一段人生，平淡安度。 而安善虽然当日踏上嘅系一片茫茫前路，
但总算不是孤身独行，这样就已经足够。每一个人总有每一个人的天命归结，本宫很清楚。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，好冇。